大家好，又是我们荃湾美联，我是 Alison， 我是 Scarlett 啊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在荃湾西铁站上盖的屋苑，就是台之恋啦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去看看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即刻行啦。这里是屋苑的主要入口，台之恋是由长江发展和港铁管理。这里的特色是每一户都可以望到海景的。今天介绍一期的单位，部分单位过了 SSD 已经有成交了。我们来到十座的大堂，现在即刻带大家上单位看看。好了，我们来到十座低层 C 单位，是属于一个一房单位来的，实用面积391尺，事不宜迟，带大家入去参观一下啦。这个单位采用了开放式厨房的设计，右手边是浴室和睡房。虽然这个是一房单位，你看到个客厅都非常之宽敞，是正的。带大家去露台看一个景观先。这个单位坐向向东南，望到屋苑的泳池之余，还可以望到海景添的。来到这个位置，原来收埋了一部洗衣机啊。刚刚入来的时候，我和 Alison 都找了一阵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过回去看一下厨房先。正所谓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。开埋啲橱柜给大家看一下先，雪柜和冰箱都收在入面的。厨房是 U 型设计，如果不喜欢开放式厨房的朋友仔，可以在前面做一块玻璃，旁边做一道趟门，就做到紧厨了。喂喂喂，快点过来看一个睡房，你看几宽敞是正，摆张4.5尺的双人床都绝对没问题啊。景观和客厅都一样的，坐向都是向东南。睡房的另一边都有一个入墙柜位的。介绍完个单位，我哋落翻嚟平台。平台有三部 shuttle lift 咧，都可以落到去商场噶。落到嚟商场都有好多餐厅可以选择。嚟到商场嘅外围都有好多露天嘅餐厅，夜晚同朋友过嚟饮杯嘢都仲得啊。如果唔想搭西铁，仲有好多交通工具可以选择噶。大家喜不喜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屋苑呢？如果有兴趣，可以直接 PM 或者打给我和 Scarlett 的。